부. 伙计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越来越会做马鞍了。如果有别的材料就更好了。木头还是太重了些。火箭坑地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你一个人坐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啊？你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我的马做的。<笑>你看，这是一个松果链，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？ 要我说，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<笑>你戴起来更好看。<笑>啊！你看，莫克又是最快的那个。是啊。啊！呀！呀！哎呦！呀！ 肖肖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你的马做的。嗯，你赢得了比赛，应该有个奖品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是很漂亮。<笑><笑>谢谢你，华家康帝，我相信你的礼物会带给我和我的马好运的。Yeah! 是我们大家的典范，也很快就能成为我们的领队了。我很感激保家康帝，但你才是我们的领队。潇潇，你人在等的那个人是你。他会这样说，是因为你让我们太惊讶了。你的马术如此高超，简直像个酋长一样。我们会给潇潇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有了马之后，一切都不同了。我要好好教教这些潇潇泥人如何驾驭马匹。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不必再继续受可恶的白人的控制了。说得对，完全正确。哎哎哎！哦哦哦！哎！哈哈哈哈！我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独木舟。尾巴呈尖端状的独木舟，属于住在北方的部落。 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啊，朋友们，他们是来欢迎我们的。我们这一路上危险重重，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来者不善。等等，我先发和平信号。哎，我是黑鹿，潇潇尼部落的酋长，我代表我的部落欢迎你。
谢谢你们特地来迎接我们。这条路是通往村落的捷径，能带你们到其他部落那儿，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。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没见过那种动物。让我看看。等一下。 你们为什么不骑在马上到加康帝？我还没有介绍我的朋友们。这是灰屋，来自汤姆森部落，他居住在北方领土。这位是孤鹰，他来自派尤特部落。这一位名字叫孤狼，他边上的是红牛，他们来自科拉玛斯部落。这是一个盛大的宴会，每个部落都会准备招牌菜。 我曾经听别人提起过，说潇潇逆人非常擅长捕捉鲑鱼，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们一起去，一定很好玩。哎，轻点儿。<笑><笑> 哎，你们好啊，朋友们！哎，那些女人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她们是在做什么？她们正在烤松果呢。你们会吃松果？对啊，我们会吃里面的松子，非常美味。 你想试试看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，我想尝尝。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叫什么。这是松子。哇，这个真好吃。 我从来没听过松果也可以吃。我们会用松子做各种各样的菜肴，把松子磨碎做面粉，而面粉可以拿来做面包。哦，我等不及想尝尝看。嘘，戳它。这些马可不是你们的玩具。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想要伤害我们呢？ 首先，它们不是东西，它们跟我们一样是动物。哇，它们看上去没有什么用。它们可以载着我们长距离旅行。哎，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我们去兜兜风吧。驾。这。啊。 觉得怎么样？很棒，对吗？是的，对。救命！救命！快点来人呐！我要掉下去了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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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你们听到了，好像是莫克的声音，他的马不在这儿。保家康帝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听到呼喊声了？我可一定有危险了。如果那是莫克的声音，他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保家康帝，我们会尽我们所能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我会召集一组搜索队去山区里搜寻，你和你的朋友们就顺着河流去找。赤霄队这里很熟悉，他会带领你们的。 谢谢你，黑鹿酋长。莫克，莫克，莫克，你在哪儿？莫克，你在哪儿？莫克，也许他去找捕鲑鱼的渔民了。对，他之前说过要去钓鲑鱼，他们一定在一起。 在这里等我，我去问问他们的情况。不，我们没有看到他。
去问问河口那个男人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这儿，请问要怎么走？继续沿着河流往下游走，你们会看到他的。他们说没有见过默克，但他有可能在下游的河口。我抓到了，我先去下游看看吧。好的，我相信他一定在那儿，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希望你猜的没错。我很确定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默克说他很想钓鱼。哦，我抓到了一条，耶嘿耶！拿去，这个给你。哦，我的老天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鲑鱼，这条鱼可真有活力。你们一定要去双子瀑布，那里有很惊人的事物在等着你们呢。它可真强壮，看它挣扎的样子，好像要飞走一样。哦，嘿，是黄狼，它回来了。默克在哪里？我们会找到他的，我知道我们会的。再见。别担心鲑鱼了，我会再抓一条的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得查出默克到底怎么样了。我们得去找他。他们在等你过去集会，无论如何你必须过去一趟。怎么回事啊？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吗？哦，他们是修修尼人，他们正在捕捉蚱蜢呢。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把路给挡住了。不管了，我们没办法等了。我们不能直接穿过他们。这意味着我们的集会要迟到了。疯狂的笑笑拟人，他们还是去猎野兔吧。他们抓蚱蜢干什么？他们会将蚱蜢磨成浓膏，干掉后用来煮汤。他们会烤最大的那只。哇，他们要多久才能够结束啊？好像结束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走了。你说的没错。欢迎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赶快过来尝尝美味的烤蚱蜢吧。不，谢谢，现在不行，我们在赶时间。你不该错过这样的美味，新鲜的蚱蜢烤完后口感非常酥脆。来吧，不需要多长时间的。我并不想拒绝你，但我们正在找一个朋友。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啊！我去山脚下看看情况如何。我们抓紧时间，快迟到了。是的。他那边，快看，他们是谁啊？该为冬天储存一些粮食了，樱桃、土豆、洋葱、玉米和西红柿。居然有这么多的蔬果！是的，我们很幸运能生活在这里。我在坑地。啊！他们说默克带他们的朋友去骑马了。默克，他在哪儿？我们看到那些动物都吓坏了。但是那个人把我们的朋友放在了马的背上。他们走得太快了，我们都没看清他们往哪儿走了。什么？要不然我们去那边的山丘找找看吧。黄狼说的没错，我们走吧。黑鹿去那边找默克了，但他还没有回来。哦，可是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如果是那个方向的话，我们可以联络黑鹿，他那里说不定会有什么消息。我该怎么办？少了默克，我不能去参加聚会。绑架康帝，你看那边，是黑鹿和他的战士回来了。啊！
莫克，保家康帝，看来他出意外了。我们找到了他的马身上系着的松果带。哦，你全身都湿透了。这根带子是在河里找到的吗？不是，在一棵断掉的松树下。我们搜查了河流，但一无所获。莫克真的失踪了吗？是的。为什么是莫克？太神奇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保家坑地，保家坑地，莫克，莫克，真是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会担心我的。莫克，记得吗？我之前告诉过你，我会骑马来参加大集会。好吧，我没有遵守我的诺言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来了。勇敢的勇士救了我的独生子的性命，谢谢你，勇敢的墨西干人。再次谢谢您，保家康帝的朋友。你该感谢的人并不是我。啊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事实上，我们还能活着，全都要感谢那些战士。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们的性命是被这三位北方的勇士给救回来的。大哥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是的，我们都欠这三位勇敢的战士一条性命，要是没有他们出手相救，我们就淹死了，所以应该要谢谢他们才对。他们是来自艾布萨尔部落的勇士，
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地区最勇敢的人。而我们相信潇潇尼族的勇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忠诚的勇士了。你们大家都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们由衷的感谢。霍皮豪说出了我们的心声，我知道各部落之间的习俗都不同，但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差异，学着像手足一样和平共处，团结在一起。今天我们学到了齐心合力的好处，我们都得努力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像双子瀑布一样和平共处，伟大的神灵才会为我们感到骄傲。